今天我最近真的打得不好，太久没打了，很生疏。最近玩天女哦，我一直忘记，因为我最近都在玩十把屋，对，十把天女流十把屋。那又跟大家讲，天女流十把屋，女王不能死啊！可是我这几场我打了2场波战，一场友谊战，总共是6次的攻击。我这6次的攻击，6次女王都死。没有一次是活着的，就是6次打完哦，每一次都忘记要下狂暴给女王，要不然就是下了，但是来不及，就是判断时间或是没有注意到，出了一点问题啊。下一场应该要注意一下，最近打得不是很好。先看剑圣我打的，先看梅三星的好了。梅三星这个打得真的很烂，这真的很烂，这是没话讲。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烂。这是对方的阵型，对方的阵型是1号的，因为我2号3星，所以第二次攻击我就打1号。我其实还蛮有自信去打这个阵的。那我一直在想要从哪个点去进攻会比较好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想法，我的想法是我要让女王再用炸弹炸进去，我想要打到防空，因为对方防空放在这个位置哦，我玩天女会很尴尬，就是我可以滑到外面。但是，假设我从起点的地方开始滑，那他我如果假设他往上滑，往到9点地方可能还没事。当女王走到大概是这个加农炮11点位置的时候，到11点位置的时候，我的天使大概会在迫击炮这个位置，可能在外面，也有可能在里面，看女王当怎么走，然后天使怎么跟，反正会甩尾。那对方防空放这么里面的情况下呢，女王打不到。那天使也有可能跑去防空范围，所以我天女可能滑到一半呢，或是一半多一点点，清完援军就死掉了。所以我的想法是要用炸弹的人炸进去，然后顺便清掉对方的防空，就确保我的天使不要死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看自己主力部队嘛，主力部队就是石头跟女巫进攻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。我的施法女巫呢，我就不要用炸弹炸开了，我要用直接跳跳跳进去。像这种阵型，我很爱直接跳，我不会选择炸他的角角，我会把他跳到下在金库这边。他这个阵型有2个地方可以直接下跳跳，让自己的主力部队进去。第一点是3点这边，这边金库可以跳到这边，可以自己的部队会从这边进去。大家看到鼠标吗？从这边进去。然后就直接通整个阵型，直接通到大本营，左边、上面、下面全部都通。那另外一点就是9点这边，9点这边也是通的，所以它这个阵型3点跟9点这边是主力部队最好进去的，完全不用下炸弹人，这是跳跳很好去破一个阵。但是我这个打得真的不好，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女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安安。对方是有一个工人小屋在6点的地方，那所以我就造一个弓箭手，然后放了一个苍蝇帮忙断开这边。我现在这个苍蝇断在这边，是因为我要让女王走这边走进去，从这个洞我要炸开这个洞走进去，然后炸开的办法呢，前面这边有法师塔，所以我要炸开的话就是让法师塔打女王，在这个空档这边炸开，这个比较难呢、啊，不容易，不过。是有成功，就是打得不好。然后这边放了个法师，保险一点，我不想让女王往下走。不过她自己直接往上了，所以还好。这边边边下面的边边是一定要断开的。然后这边上来，因为这里断开的关系，所以我等下这边炸掉，女王一定会进去。然后我这边炸开，那你看到我炸弹放得不好，不是放得不好，放太慢了，因为。炮塔死掉的关系，炸弹会挑防御的地方优先炸，所以我前面2个是在加农炮还没爆掉的时候放，所以它炸在这边。那后面一个呢，我比较慢放，慢了大概0.几秒钟，它就跑去法师塔这边，所以我等于说我这边要下4个炸弹了，因为一个炸弹歪掉了，是一个还两个？好像2个歪掉，对啊，歪掉了。好，先炸开，确保女王进去。那我下一只野猪，干这边也是很扑摇。这边是很枯窑，我要是我去看援军到底要怎么赢会比较好，那我下一只野猪就要跑去找上面加农炮啊，这个真的很靠窑，怎么那么衰？放位置不好，放下面也就没事。
好，援军还是被女王引出来下毒药，我直接下双毒，然后压了技能，其实应该先下狂暴，我不应该先压技能的。好，顺便清掉对方的男王。好，我这边就会下自己的组队。那我这边就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我一下组部队都忘记了，忘记对方里面还有箭塔，两个箭塔在打。完全忘记，真的完全忘记，这边是很大的很大的失误。我觉得我前面这边打得都不错，但是这边忘记下狂暴。如果先下狂暴的话呢，我就不用压技能了，我就可以安全的清掉。那它这里面是电塔，它的部落城堡旁边绝对是电塔。好，这边开始下石头，然后下法师帮忙清个边，然后女巫现在女王的对面，男王也是，这样秒杀对方的女王很简单。小骷髅一进去，女王就掰了，把这边掰掉，然后下一个跳到下在这边，哦，这边下一个狂暴，吸管觉得我这边这个狂暴下太快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这个狂暴下的是下给骷髅，还有男王，蓝胖有没有踩到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反正我两个狂暴，因为他进来一定还是有效果。啊，进来还是有效果，你看还是有。好，进来之后再补一个狂暴，然后还有一罐补，丢出来了。后续的法术，我觉得我放的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就是女王挂了嘛，天女施法巫最重要就是女王不能挂掉，挂掉的话。你看，女王如果没挂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会清的这么的烂惨。那上面的东西也可以被女王清掉，就是女王挂，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打得不好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要先下狂暴，太久没打了啦，真的，很可惜。那骷髅还剩超多只的，你看我这群大量的小骷髅，真可爱。哦，炸弹放出来，我这边就结束了，就直接结束。时间还剩有了，但是不可能打完，就是84发结束。刚好84连胜，结束在84趴。